最近有个粉丝朋友的宝马R3被水淹了，定了个三级涉水，走不了全省，很郁闷。那我今天就来讲一下什么样的泡水车能走全省，泡水了如何跟保险谈尽可能走全省这两个问题。我想这两个问题有的人以后有可能碰上，有可能有用。首先，你的车子因为各种问题成了泡水车，那么对于保险公司来说，泡水车根据泡水程度的不同是可以分成六级涉水程度的。一级涉水，积水刚刚没至车辆底盘，车辆地板可能会受潮但不会进水，完了烘干就行，一般涉水行驶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。二级涉水，积水没过车轮一半，由于汽车不是密封的，车内开始会渗水， R3 底盘比较低，可能就会进水，影响部分电子设备。三级涉水，积水没过轮胎，车内的水位没过了坐垫和扶手区，这时候其实影响是很大的，但恰这种情况是不能走全省的。我这个粉丝就是这种情况，因为四级涉水以下都是不能走全省的，这种就算修复了也没有太大价值了，二手残值很低，且后续容易发生短路甚至自燃，机会很大，所以建议修复后立马出手，无论亏多少。四级涉水，积水没过机舱盖，车内的水位淹至车辆的仪表盘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保险说走全省了，一般情况下保险是会同意的。五级六级涉水就是基本把车子都快淹没了，肯定全损了就不说了，大家具体可以看这张图。其实我这个粉丝他的 i3 开始也就是一级涉水，但是因为路况不熟悉，前面水比较深，救援来的比较慢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 i3 从一级涉水变成三级涉水，比较亏。但是三级涉水是不是就一定不能走全损了呢？我们说不是的，可以协商，这个粉丝也协商了，但是保险比较坑，给了个 14.5 的价格，那这个的确亏太多了。其实全损的前提是维修费加车辆的残值大于车损赔付就可以谈，自己亏一点让保险赚一点基本是能谈下来的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比如你的车子泡水了，三级涉水 4S 店维修费要7万，然后你的车子修完残值还可以卖13万，那么你只要提出你的全损车损值的要求小于19万，基本上都能谈下来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因为保险拿到你的泡水车不去 4S 店修，拿去外面修可能5000块钱就修好了，那么它能节省 6.5 万，然后车子的残值一卖等于他到手是19.5万，拿给你的是19万，他还能赚5000，懂了吗？那有的人说了，有的保险不上路不肯怎么办？那就让 4S 店报价呗，该换的都换，整个15万的修车价出来吧， 4S 店乐得配合你，保险不给你全损他不是傻了吗？什么也没捞到，赔付你15万，你也就1万多的保费，他妥妥亏了不是？所以我跟这个粉丝说，狠狠的修，该换的都换了，谁让保险不上道，修完卖掉，大家两败俱伤就行了。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可以协商的，所以大家真的碰上这种问题，不要杠着自己的全额车损保额，适当让一点让保险赚一点，基本上都可以协商的，毕竟双输的事情没人愿意干。大家可以去懂车帝搜索，了解各种有趣的汽车节目汽车知识，可以直接去懂车帝搜索。